给您换一场。谢谢大家掌声鼓励。哎，谢谢。刚才谢巨人又说了一段。还谢巨人还太高大了啊！我看你跟他比，你也是巨人呢。谈不上，谈不上。这是锯了腿的人，这是啊，是我们德云社的赵巨人这个啊。咱们走到大街上，加上脚底，别踩死他，各位啊！太渺小了，这位啊，真贫。哎，这世界真奇妙啊，这是啊。下去休息一会儿啊，换上我跟死胖子为大家呢，哎，再说这么一点儿，打击报复啊。刚才谢金说的真好，不错。为什么这样讲啊？为什么呀？家里有干这个的，那家传呢。他爸爸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啊，谢天顺。老先生也在我们这后台啊，爷儿俩都非常的优秀。对，谢金呢，台上比较风光，好啊，火爆啊。台下比较倒霉。怎么倒霉呀？刚娶个小媳妇儿。哎，对，新结的婚，长得挺漂亮的啊。个儿不是很高啊。嚯，还有比你矮的人呢。我的天哪，这个大千世界无奇没有这个，这么矮，你瞧这少见少见，嗯，个矮呀、啊，矮呀、啊，漂亮，哎呀，好家伙，这谢金这媳妇还是水货，这是，哎呀，长得相当的漂亮啊，真漂亮，家里头也是非常的有钱。这样一来呢，脾气就比较大哦。别瞧谢金一米九大个子，一米九多呢，瞪过来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就这个头蹦起来就打谢金脚面上吧啊！好家伙，脾气特别的大哦。兜里啊不让带钱，开车可以开好车，穿衣服穿好的，嗯，吃好的，这都可以，不让带钱啊。男人一带钱多了就学坏了。是啊，啊，一分钱不让带。嗯。那天谢金回家，5000块钱拿回来。5000块钱。老婆娘，我都这么称呼他们家。彩票中的5000块，你瞧瞧。哎，拿回来。哇！还点点数，一分不少。好啊，高兴。嗯。点完钱又给一嘴巴呀，彩票钱哪来的？哎呀，这人我说这钱都给的还问这干什么呀？你说怎么这样？是啊，打完了心里啊也过意不去，也有点难受，毕竟是自己亲生的爷们。对，亲生的爷们，这他们家都乱着轮呢是吧？啊，怎么结发的夫妻呀，毕竟是结发夫妻嘛。对，不是亲生的。你生气吗？还问问。不是。哎呀呵，那你爱我吗？还真直接。女同志就爱问这一句，讨厌死了。你爱我吗？啊。哎，哎呀，咬槽牙说爱。不能。啊。你是怕我受到伤害才这样说的吗？是吗？不，嗯，我怕我再受到伤害。哇，这都吓出神经病来了，这是。要不然又瞪过来，又啪啪啪啪啪，又抽上了。这得搬梯子打，这得。天天哭。是啊。到书店去问去。谢金呐，同志您好，您这有让男人当家做主的书吗？哎呀呵。人说对不起啊，我们这里不是童话书店。好吧，这都想瞎了心了啊！你说你不要看台上各位，嗯，你台上这也人五人六的，台下也啪啪啪啪啪。谁呀？都是一样。你看那胖子的脸。您打住吧，嗯，就咱俩这模样，你肯定老爱打，打的都不长了，这位。你看这模样。我单身。啊，单身。单身快乐啊！这就大家听着跟笑话一样。其实都是实事哦，这还是实事啊！啊，来看我们相声来，啊，三言两语逗大家高兴是，也不要把相声啊想得很神秘，各位啊，相声其实说白了就是话聊哦，啊，什么？就是话聊，话聊啊！听您这相声不掉头发吧？
啊，说话聊天就把节目表演了。好，这话太吓人了，还话聊。但是中国的语言是博大精深，哎，有个琢磨劲儿啊。哪怕是很普通的一句话啊，高矮音不同，情绪不同，表达出来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。是吗？比方说您吧。啊，我怎么了？此时此刻在这儿现眼呢。哎，什么叫现眼呢？现场表演。表演啊。家里小媳妇等着他了，对，刚结的婚，也很漂亮。一个人在家里没事干，喝点水，嗑点瓜子儿，看看电视，嗯，也就这个，可不是吗？等着你回来。对，一会儿天热了，洗洗澡。这天热呀，洗完澡保不齐什么都不穿啊，在家裸奔呢是吗？就家里没有旁人了，一个外人都没有。对呀，哦，那还可以。一会儿你下了班，开着你那豪华的七手奥拓啊，你突突突突突突突，这破车还能走得了啊？还七手奥拓，这个一溜黑烟就到家了吧？哎，对，我改了妖精了，把车停好，啪啪啪一打门，嗯，这儿知道你回来了，是过来呢，给你开门来，你瞧瞧，你这么一瞧，哎呀，怎么了？我这怎么了？这是你怎么这样就出来了？我得问问他呀。再瞧他，他怎么说的呀？我知道是你呀。你瞧，小玩笑，他知道是你，可不是吗？你能说出别的了吗？我这心里挺高兴的。同样是这句话，还是这句，换一种情绪，长一个调门，啊，意思完全变了。哎，我感觉不会的。你突突突突突突，你到家了，这破车又回来了啊！停好了车，啪啪啪一打门，这过来给你开门来。嗯，你这么一瞧，你怎么这样就出来了？我还得问问他呀。再瞧他，他怎么说的呀？我知道是你呀。意思完全变了，他还以为是我去了。什么？你是找死呢是吧？同样是这句话。什么这句话呀？这是相声要想说得好呢，应该有一定的文化修养。对啊，后台谢金就比较不错。哎，挺有文化啊，上过大学啊，从小学习就好。对，那位说学习好有没有学问看什么呀？看什么呀？看这个戴眼镜镜片的厚度。这能看出什么来呀？镜片越厚学问越高。是吗？啊，谢金，谢老师，上六年级的时候，小学六年，镜片一寸九，嚯，这么厚啊！回答问题小能手，最棒啊！全班60多位，老师出个问题，大家吓得都傻了。哎呀，唯有他站起来，当当当当当当，嘿，脱缰而出。你听，老师那个乐呀，都听那么恶心的是吧？啊，怎么还脱缰而出啊？脱口而出，爱上对答如流。哎，对，脱口而出、啊。老师写着"扑朔迷离"啊，这四个字，哪位同学解释一下？哦，问问。60多位吓得全尿了裤子了。好嘛，这都什么学生啊？智障二中，哪有这学校啊？谢金，你站起来，从小就高啊。嗯嗯，站得靠后，脱着大眼镜。他这眼镜还够沉的。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啊。老师啊，看不清楚。嗨，这劲白费了。回答正确。回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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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蒙都蒙对了，这位。你瞧瞧，你扑朔迷离可不就看不清楚吗？可不是就这意思吗？你瞧瞧。你老动他。我不是他，这个上了大学也好啊。科科的代表。是啊，那位说学习这么好，为什么没有更好的发展？嗯，说了相声了，你读个研究生多好啊。学校供的祖师爷不好。你别瞎说了，学校还供祖师爷？行行业业都供。是吧？我们说相声的供的谁呀？说相声的供东方朔呀。东方朔老先生啊。一般的学校供孔子。哦，孟子。嗯，老子。对，孙子。这孙子别往我这儿瞅啊，那边鲁迅。哦，这老几位，
他那个学校啊，太缺德了。他们那学校呢？一个雕塑哦，少女，嘿，十七八岁，嗯，超短裙哦，超短裙到这儿是吧？就超短裙吗？您这也忒超短了，这个往下来点啊。超短裙，这手呢拿着一本书啊，这手举着一支和平歌啊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寓意不好。这有什么寓意？读书啊，顶个鸟用啊。哎呀，好，今儿我才知道读书顶个鸟用这个。您拿我来说吧，啊，说相声很次。哎，您客气啊。为什么这样讲啊？为什么呀？过去不是研究相声的。哦，那您过去干什么的呀？我的专业是文史的。哦，专业文史。文史。要说您这行可太不易了，要冬天喝可以，就这月份你可太难为您了。这个好家伙，这不是活活熏死吗？这个还文史的哈、啊，我说上来这么味儿的这位，咱们两个人开玩笑吗？我不玩笑，跟你玩笑什么呀？你去过书店吗？去过呀。啊，去过。书店有那文史类。你到大学啊，有文史系。啊，有。依着您，很多教授带着学生去厕所文史吗？哎呀，行了。您就别比划了，您还真恶心。这还，那您这个是专业文史，文学历史。哦，简称专业文史。对对对对。好啊，真是你好啊。为什么他跟我开玩笑啊？为什么呀？我一说各位就明白了。解释解释。我过去呀、啊、跟相声界呀有一些小过节。您跟相声界有过节？对对对。是跟谁呀？相声界有一位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。谁呀？马季。哦，马先生。马季的死跟我有直接的关系。你给掐死的啊？没这力气。那嗨，您说跟您有什么关系？马季生前呢喜欢一些古玩字画。哎，大家都知道那年呢花了50万块钱，嗯，买了一枚古币，古钱币。50万买一古钱币？古钱币一般都是圆形方孔，就是这个形状，中间呢有四个字啊，某某通宝，是这意思，或者是某某至宝。对，他这枚古币呢啊，写着9个字，九个字，而且都是篆字，篆字。哎呀，他买完之后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哦，找了一些这专家学者给他鉴定一下。嚯，专家学者啊，最小的73，大的呢84，这还都是考年，这俩都请过来。好，给这位张教授，张教授看看这个。这怎么这样瞧啊？这怎么近视？哦，这叫近视啊。看了半个小时啊、嗯、不敢下结论，不知道。给李教授，李教授接过来了。过来。不不，这是什么眼神？这个远视。这远视，这是好够远的。给王教授，王教授了。拿过来。这是散光。好家伙，这散光都散成这样了都。谁也不敢下结论，全都不知道。站起来一位啊，马先生，我们呢都不敢说。嗯，这样，给您推荐一位，当今中国第一文史人，赵云霞。你还是那史头，看来是啊。第一文史人吗？您这不是史头吗？我顶不顶着西瓜籽啊？对，看你吃不吃西瓜了，那得啊。我讨厌你说，领军人物赵云霞，哦、他啊，领军人物也不是，我是第一位。那啊，谁？过去是鲁迅哦，中国第一文史领军人物。哦、他是石头。鲁迅，考考你，考我什么呀？鲁迅姓鲁吗？鲁迅他还真不姓鲁，姓什么？他可能姓周。哎，嗯，这你说对了。对，他应该叫周迅。哎，啊，什么呀？这是。
您打着改唱改演电影的了。他是头一位哦，再有就是郭沫若哦，郭先生啊，最后这是到我这儿是我是现在中国第一人，文史文的最好的啊。他们闻完了，接着您再闻那是啊，学问最好哦，有学问，有学问。你说我一拳我倒死你，我这一巴掌打你个不孕不育啊！让各位看出这模样，长得跟那非洲大耗子似的。你说这胳膊多白，还打人，我抽不死你。胳膊怎么着？白。你媳妇儿也这么说过。我得少说话的。说呀，您去找赵云霞吧，他能给你鉴定一下，很好。开着豪华的车就过来了。哦，开着奥拓来的呀？人不是奥拓。哦，不是奥拓。夏利。哎，一样啊，这是。拿过来，赵老师，您给鉴定一下。我拿过来一瞧，嗯，九字篆字。嗯，马先生，我能当场给您读一读吗？嚯，当时就认识。可以，可以。嚯，太好了。嗯。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宝。好。这50万块钱花的。当时马进。他就死了。哎呀，当时年少无知啊。是啊，哪有这样讲话。您这太直接了，应该婉转一些嘛。应该婉转点。现在很多朋友找我来啊，啊，赵老师，啊，您给鉴定一下这个铜器是东周的是西周的。您怎么说呀？很婉转啊。啊，这是上周的。嚯，哎，这就死不了人了，这就啊。对对对对，死不了人了。像我们这些个文史专业人士呢，哎，对，专业文史，每年的课题都不一样。是啊，啊，这不最近吗？嗯，我们受到国家国务院中国语言研究会嚯计划生育委员会，哦，这都不挨着，这都，您这文史的跟计划生育有什么关系？都是一样的，委派我们到武夷山去文史，哦，那儿人少清静是吧，闻的味儿还大点儿，那儿都不爱理你。哎，对，给唐诗宋宋词修改病句。您别瞎说了，这唐诗宋词还有病句？当然有啊。没听说过唐诗宋词啊？你以为是那些个先人们就都好吗？那先人留古代先贤留下东西那都好啊。先人他也是人呢，那倒是，世人就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小缺陷、小瑕疵，是吗？啊，给你讲一讲。您说说，有这么一首诗，哪首啊？《清明》啊，有这首诗，他就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？什么呀？关门闭户掩柴扉，不明白什么意思，也就是反复重叠。反复重叠，关门什么意思？把门关上啊。闭户呢？还是关门。掩柴扉呢？这也是关门了。哎，这首诗啊，大家都朗朗上口，都知道。我为大家朗读一下好吗？好的。嗯，好。嗯，这位真客气，这位。清明，清明，清明时节雨纷纷。哦。路上行人翠才杯。啥玩意儿？柴扉？他震惊了。这是震惊了，刚说一句就摔杯子，这是好多的脾气。我是文史的，你不要翠我。哎，对，啊，我再溅一身。我重来好吗？再来一遍。好的。好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这回没脆，没有脆被子了。路上行人欲断魂，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还真是这几句。哎，好吗？当然好了。有问题？